抑郁症就是三魂损了一魂，需向大地借一魂，恢复心神。人有三魂七魄，共计十种精神元素。三魂包括天魂、地魂和人魂，也就是人的精气神。而七魄则包括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种情感。这七种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。 贯穿于人的一生，当七魄中的某一方面失去平衡，就可能导致精神失常。